拳法，拳法，拳法来说拳法。罩子不对、啊，看我怎么赢他。好，然后说，韩正宇小绿输了要弹额头。剪刀石头布，韩正宇生。哎，弹额头，弹额头，弹额头。我赢他两次了，我现在怎么会？哎、欸，不能啦！哎、欸，有录影就要惩罚，录影存在，录影存在。他就是舍不得伤害我。他疼他。哎呦，小绿。完了，某些人心碎了，弹那么轻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他弹那么轻。如果他顺利一点，哎、欸，如果我不能、啊，小绿应该是他帮忙弹才对啊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如果他输了，我应该先弹他吧。OK 啊，非常合情合理。还好，我喜欢他的运气。他要睡着了，要睡着了，辣妹要睡着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告诉我啊！很需要，没有啊。这我觉得，希望他想看到戴帽子。我基本上戴帽子。这是什么歪理？小绿就因为这样子戴上了帽子，将叫他照一张好不好？